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产后五个多月，赵丽颖终于复工营业了。8月22日，在万众期待中，赵丽颖现身北京，出席冰岛幻境派对。会场外围摆满粉丝暖心应援的鲜花和海报，萤火虫们对颖宝真是全心全意，满满的爱。款款登台的赵丽颖，红唇耀眼，妆容精致，耳环摇曳，气质优雅，完全是仙女本仙。身穿白色修身长裙的她，身材曼妙动人，裙子款式恰到好处的勾勒出小蛮腰，身材恢复超好，果然是狠狠打脸那些放言赵丽颖产后身材恢复不好的公众号呀。面露微笑的她，亲切向大家打招呼，甜化人心。久未公开露面的赵丽颖依旧从容和自信，在台上自拍时，360度无死角完美颜值呈现的照片令人期待。她还透露了如何拍出美照的自拍诀窍。因为我觉得，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情比较重要，心情好了，拍出来的照片都会是你最漂亮的一张。所以现在，丽颖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我看了一下照片，我觉得心情还挺好的。女神归来，万众瞩目，期待颖宝复工后有更多的新作品呈现给大家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